你们看我印婆婆象做特的那个色，饼，感觉跟咱中那国个做的饼是一样的。例如，看烤箱里头已经在烤了几个，里边加了个馅儿，露馅儿。结婚6、7年了，第一次见我婆婆烤这种发面饼，那个肉饼，估计快烤了，一会儿尝尝味道怎么样。今天晚上的晚餐，吃口肉饼。你看柚子上了哈，这颜色烤的呀，金灿灿的。一般是逮着机会就用藏红花，不过藏红花真的很好。看我婆婆皮肤这个年龄还是很光亮的。这是藏红花掺的鸡蛋里边的，他们一般情况下使用的那种调料都是天然的香料啊，不像咱国内那鸡精什么的，他们这边是做饭没有的，全都是天然的那种香料。今天不是斋月嘛，然后我小姑子她老公斋月白天没吃东西，饿晕了，然后我婆婆今天做了这个饼，给她西瓜送过去了。哎呦！嗨，小八。这爷俩配合是真好。小姑子家了，你看这小孩子一点都不客气，这什么呀？巧克力呀、啊？啊？这什么呀？巧克力呀、啊？你可会找，可知道哪儿巧克力？嗯。嗯。谢谢。娜娜，你在干嘛呀？俺那个饭不能吃不了吗？每天晚都有饭什么铁棍包，俺那饭不。你好吃。你这里边干的是不是干米？好吃。不是，俺干。好吃。米吃了很多的沙拉的。嗯，这什么呀？巧克力。巧克力呀。别的蛮不错的，这边办的好多事。巧克力没好嘞。来这儿都先放茶。谢谢。好几百度，现在有11点了，喝完茶还能睡觉。姐弟，这个是小姑子老公那个他们那个省里边的比较有名的甜品。我女儿来这儿了，感觉是好新鲜，各种看你在这儿干嘛？洗澡。这洗澡脏了，快点出来了。小串门的，一个小串门的，这在哪儿了？啊，你给它捡起来，你把那个巧克力捡起来。嗯，我们是探亲来过来串门的，看病人了，然后病人带着孩子在这儿玩。宝娜，快点跑跑跑，快点！你宝娜哎？彩龙。哦。
上次有人对我小姑子的这些那个金镶金边的那个果盘感兴趣，我今天再细细的拍一下。这个平常可以装点糖啊、零食什么的，这些都是镀金的，我应该给它抠下来了。这个是主要的果盘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杯子，也是，这是一整套的。这是他们结婚的手花，到现在还一直风干保存着呢。这些都是嫁妆啊，在这个屋里边你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全都是嫁妆带过来的。这下边铺，看这个下边是铺的蚕丝地毯，害怕弄脏，平常的话就是用这种盖一下，然后有时候来重要客人什么的会把它打开，我们是临时来的，然后就没有打开。这个是平常他们两个小两口的生活的区域，然后这边就是招待客人的。之前有提到过，伊朗一般情况下都是两个厅的。这酒杯，这样如果不是穆斯林的国家的话，没事了可以放个瓶酒，躺在沙发上喝两杯，微醺一下。看这些是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们给他带回来的礼物，这个是俄罗斯带回来的，这个是我婆婆去广西的时候在中国那边带回来的，这个好像也是俄罗斯那边的。看这俩人的照片，你看这还是，哎呦，你看这头发，他就扎不了头发。很多人说我不给我女儿扎头发，她真的不喜欢扎头发。好啦，这期就到这里啦，希望疫情早日结束，早日回归我的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